是吧？都是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姐啊，盛情在这么这个我们刚到这儿来就搞那个机会，是吧？心情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，是吧？还有就是郭老，那都85岁以上的都应该叫老，因为我才不到80岁嘛，79周岁过了，啊，虚岁80岁，也算年轻。那么85岁以上的应该都成老嘛，是吧？能够参加的话，咱们这个聚会，心情非常高兴，也非常感谢，特别的感谢咱们小严。小严过去当秘书长的时候，当那个咱们文艺委员的时候，就特别热情，以热情著称，对，是吧？对对。哎，为咱们晚晴的事业，为大伙的事儿，非常热情，真是不简单。我年轻，是不是？操心大家，很累的，跟这不累啊，动动手指，热情一下，不累。对，特别感谢啊。不行，应该你们干。随便。另外还要感谢呢，这个各位老先生、老大姐，祝你们的话是健康长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能到我们这个年龄，现在还有我们这个精神头，已经真是不简单。跟着徐老一握手呢，手臂我还有皮，是吧？真是不简单。这150岁向150岁迈进，没问题的。哎。要发挥会员的积极性，更多人来参与，才使得我们的活动更活跃，社会的影响力更大。谢谢大家。下面讲讲自娱自乐，就是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这样不倦的学画画。年纪不大，还不算80。年纪不大。好，学长，今天特别高兴，大家聚在一起嘛，开心快乐。想说的感言都可以说说啊！快点！这一天就前天，我跟着阵营两个还在讲这个事情。郑文熙回来，哎呀，这老朋友，我们一定要去看看。今天呢，有这个刘伟峰，我们两个，把我们大家集中在一起，欢迎郑文熙夫妇两位老朋友。表示非谢谢，祝贺两个人在书法上、画画上，他每天都有新作品，每天都有。我们请郭斌老师说几句。不说，你们都不说。就说一下文学这点值得咱们大家学习，踏实多才多艺。但是的话呢，油画他没学过，回国以后每天一张，每天一张。对，你每天一张油画，每天一张，没学油画，没学油画，不是油画，三十画，油画不可能每。他9月份到我们那儿。我是比较早，他现在是什么？不一定，烤肉几岁的？大概8年。你们看着，你们看着，
好的。